来，请来到场上。马上的比赛就要登场了，再次温馨的提醒所有的球员朋友们，今天你一起对战的是两位身量非凡的大明星，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当然，比赛开始前，先发五人请站到中间的圆圈，让 Dennis 欢迎两位裁判员准备要登场了，杨宁胜还有 Kobe 洪永玉两位裁判员，最后小丁宁把台上舞台上的十位交给你们，谢谢。当然，今天呢，负责转播的，我们要欢迎这位。可是，如果你有看 NBA 球赛，当然是看未来体育台，他就是未来的当家主播。那今天呢，算是一个 NBA 的比赛，以 NBA 的规格，在 NBA 的 Stadium， 当然请到 NBA 的主播，立群主播交给你了。好 ，Dennis， 还有现场的球迷朋友，大家好。稍后呢，这场 Team Adidas 的对上喜鹊篮球队的比赛要正式展开。那么 Team Adidas 呢，这场比赛的先发五人分别是背号一号的林书伟，那么另外还有十号的陈彦霖，十一号的陈俊南，再加上十号的吴正佑，以及十四号的陈昭群。而在喜鹊篮球队的部分，这场比赛的先发五人呢，分别是十号的谢雅泽，另外八号的王浩天，九十八号的吴家龙。那么再加上零号的林一森，再加上背后三号的萧敬腾，现在比赛正式展开。现在是由 Team Adidas 的球队进攻，一开始把球塞给篮底下，再转移出来底线这边出现 Wide Open 大中岛，接近的三分球，大家掌声鼓励。这边喜鹊篮球队也是一个漂亮的配合，九十八号的吴家龙给到八号的王浩天，篮底下 back door 出手得分。三比二，我们在上半场比赛还有下半场比赛都是打二十分钟的比赛时间，前面王浩天有一个快攻机会出手却没想到，李书伟拿到，艾迪达斯现在有反快攻机会交给篮底下，结果最后这个球。萧敬腾来了，萧敬腾来了 ，Yes！ 萧敬腾 ，Touchdown！ 再次给萧敬腾热情的掌声。底线这边开赛当中，这边有出手的机会，出手不进。四比三，现在喜鹊篮球队取得领先。吴家龙再会给萧敬腾。从右边走，关起来到篮底下，左手的上篮是统一。海力大师的进攻，一个漂亮的欧洲步，林书伟。五比四，现在是 Team Adidas 取得领先。十号的番茄个子相当高大，在篮底下转身左手的单打出手不进。林书伟外线的跳投出手，篮板球最后还是回到 Team Adidas 队的手上。陈俊南再带出来，再一位跳投出手不进，刚刚出手的是背后十号的吴正佑。现在比赛呢进行了将近三分钟，吴家龙外线的跳投出手，这个球没有，哦，篮板球的被王浩天的再拿到，萧敬腾这边对位的则是林书伟，换位之后，萧敬腾的跳投出手差一点点，在篮底下再起出手，进攻篮板，结果喜鹊篮球队再拿到。四号的陈昭群刚刚在篮底下盖了一个相当精彩的火锅。主播让这一次来 call 一下林书豪。Sir Yuri, how is the game so far? 现在你觉得比赛如何？我觉得Jam 打得很好，我不知道他会表现这么好，但很会打。然后我知道我们的球员比较年轻，只是。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在害羞一点，就是他们比较 comfortable 的时候，我们也表现比较好。你有十二位球员， How do you make a substitution? 我们哦，
我们差不多每五分钟会换球员。好的，希望呢你会上场。我会考虑上场。尖叫声！你要谁上场？演一会儿的。来看。例行主播，时间交给你。好了，现在两队呢是五比五新的平手，这个球。哇，相当可惜啊！背后八号的王浩天呢，他是新竹市哦全运会代表的选手。这个球林书伟漂亮给球仔，队友没有把握住。再给出来外接跳投出手游了，这是一个 three ball 三分球。刚刚得分的是十二号的陈彦霖，打的是前锋，在球队当中他担任是箭头的角色。哎，这个球萧敬腾拿到，我裁判认为说人已经是出界了，所以球决定要回到了 Team Adidas 的手上。Jeremy 五分钟了，看你要不要换人了。现在已经是在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五分钟了，前面有快攻机会，往后天看看这一次轻松放进两分，八比七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换人，林书豪担任队长的 Team Adidas， 现在来一个五上五下，大幅度的调整了，换上了五个全新的球员。现在比数呢是八比七，哇，萧敬腾刚刚把对方直接给撞倒。篮底下的出手没进，再放油了。现在西区篮球队的九比八取得反超，背后八号的王浩天，另外还有我们的队长背后三号的萧敬腾，在比赛开始打得相当活跃。一切这边是彩带线上的两分球出手得分。九号的彭博化一上来之后呢，就为球队呢有很大的贡献。十比九，两队差一分。三前防守，地牌列造把球给抄到前面，快攻机会，不要给球，再交给小球到哪里下？有了，五号的彭博化上来之后两个 field goal， 而且他又抄到球。背号九号的彭博化打得相当的努力，我们大家给他热情的掌声。主播，现在去问一下林书伟，刚刚有对决萧敬腾过的。书伟，刚刚有对决 Jam， 他的速度快吗？ Is he fast？ 好耶， super quick， 就是 AI 啊，这个。所以他很快。他很像 Allen Iverson 耶。所以你刚刚对位上，他难防守吗？超难。好，也希望待会你就继续上场。谢谢书伟，一起主播交给你了。Jam 看起来很累了，体力没有那么好。我看到林书豪有这个喊话，例行主播交给你，刚刚有换人对不对？现在喜鹊篮球队呢是换了三个球员，萧敬腾现在退场休息，大家是给他热情的掌声鼓励。现在换上的是非常重要的三号的阿信。再加上二号的郑凯元，好，第二发没有发进，篮板球的最后回到了喜鹊篮球队手上，14比9，目前 Team Adidas 是取得领先。篮底下背筐准备要单打，再抓进入篮板出手，再拿到再出手摇了。八号的王浩天，目前的是喜鹊篮球队得分的主力。三分外线的跳投出手得分。主播看到萧敬腾已经喘完气了，萧敬腾今天比赛你觉得好玩吗？哎，那个萧敬腾麦克风推一下。那刚你有对决到林书伟，他速度快吗？
很快，非常快，非常快。所以我现在有点累。所以刚刚林书豪有那个跟你喊话，有什么话想跟他讲了吗？嗯，书豪哥，他说你很快，对。啊，他说你非常非常的动作很快，跟书豪哥学习啊，对，要跟他学很多东西。好，待会希望这个肖队长可以多多上场，好不好？希望喜鹊加油，加油！现在比数方面呢是19-11，这球王昊天在篮底下出手得分，他目前个人得了10分，所以喜鹊篮球队目前背号8号的王昊天呢是 Team Adidas 林书豪率领这支球队。可以说是最大的劲敌，在球队得分当中，他个人目前拿下了10分。底线这边出现大空档，弹了一下之后没有进。三分外线这边出手没进，篮板球被 Adidas 队拿到，成功的防守，但这次传球结果发生了失误。底线这边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空档，外线出手进，又是九号的彭博化上来之后，像 Microwave 微波炉一样连续的得分。好，现在听台第2队的再次的换人。同样是来一个5上5下。好，在五分钟，你们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9分45秒。跟补位上去。现在比数呢是21-13，听台币的队呢现在是取得领先。三分外线，不得出手没进。稍一脚，裁判抓的是背号12号陈彦霖的阻挡犯规。让 Dennis 去问一下林书豪，刚刚为什么 ？Why did you make that substitution？ 我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球员，我要给大家这个机会上场，所以我就是现在。前半场就是每5分钟就会换球员，然后下半场我们就看一下。这个喜鹊篮球队已经打了10几分钟了 ，How is this team？ 我觉得我们yes， 我觉得我的队非常快，你看我们一直跑，然后我们投篮三分球还是很准，我觉得他们很年轻，有很多力气。所以队长的想法是以速度打败他们哦。对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打得很快，然后希望他们就是会很累下半场。那林书伟什么时候会再上场呢？等一下，三分钟他就会上场。太酷了，谢谢林队长，谢谢。主播交给你了。好，回到场上47号的许家荣，这个球净算 M1。目前比数方面的是23-15。当然，现在在整个前半场、上半场比赛。Team Adidas 能够取得领先，诚如刚刚队长林书豪所提到的，他们现在打所谓的快攻转换的这个 transition 速度相当快啊，是目前他们能够领先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喜鹊篮球队这边完成了一个三分打，7分半钟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5号杨浩哲外线的跳投出手不进。刚才是 call 一下这个萧敬腾，萧队长，你的喜鹊篮球队是怎么组成的？你的队是怎么组成的？其实就是一群很热爱篮球的朋友，然后他们自己都有自己的专业，像我们球队里面有两位骨科医生，对，分别是2号海源跟15号的博龙。两位都是骨科医生，对，那其他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上面都是非常优秀的朋友。那你们都什么时候练球呢？我们什么时候？我们有固定练球的时间，但是因为大家都在上班，所以要全部聚在一起的机会不是很多。以你对你自己喜鹊篮球队的了解，你们是什么样
球风的队伍呢？其实我们都有啦，我们也希望可以打得像他们一样快，对。但是因为我们球队年纪平均都在30以上，对，所以体力上面应该是有差距，30到40吧，平均是35。我是里面唯一拉下平均的那个。你们这个速度并没有这个慢他们。哎，好球！好，谢谢萧敬腾，谢谢萧敬腾。这个主播看样子会有另外一个 substitution 要发生了哈。对对对，现在比数方面呢是23-18，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5分40秒。萧敬腾回来了。好，现在拉低这支球队这个平均岁数的萧敬腾回到场上了。林书豪，你真的不上吗 ？No。林书豪说等一下。刚刚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脚一直在抖，我就很想上场啊。是，他很爱打篮球，萧敬腾。那萧敬腾刚刚有谈到说，陈柏荣他是长庚的医生，然后二号的盛凯源他是马街的医生，就这两个是都是医生。林书豪这边好像要换人了，林书伟上。好了，现在比了一下之后，单手的一个抛投出手有了。12号的陈彦霖出手得分。现在比数方面的是25-19，4分50秒，将近5分钟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We have a substitution。好，现在 Team Adidas 在整个 first half 的上半场比赛，完全按照林书豪 Jeremy 他的比赛的策略，他的 game plan 就是5分钟就来个5上5下，这是在整个前半场比赛。萧敬腾三分。哎呀，现场听说有些没有拍到，所以你的相机必须要准备快一点，快门要按快一点，因为这个是没有慢动作重播的。林书伟，这球给到底线，底线外线的三分球出手没进。前面再交给萧敬腾，这边形成一堆，萧敬腾来了，拉力下出手没进，3分45秒，25-21。交给6号的李威霆一个背后 pass， 好球，漂亮的一个 two man game， 就林书伟出手得分。萧敬腾从南半球运到了北半球，再从北半球运到了南半球，还来一个 crossover。裁判，这个要给犯规吧？这真的给犯规了。哦，刚刚这个技术有很强大的一个水准哦。运球之后呢，还再来一个 crossover。篮底下再抓到进攻篮板之后出手得分。台北商业大学的主将林怡珍在篮底下出手得分。27-24。Team Adidas 呢，现在是小胜3分，在上半场比赛打得相当的激烈，两队目前只有3分差。吴家龙结果到篮底下，先用他的厚度，再用他的 quickness 做一个摆动，之后左边上篮出手得分，现在双方差1分了。发生的失误相当的可惜。上半场比赛还有2分15秒。Team Adidas 的 coach 林书豪现在站起来了，双方现在是只有1分差距。2分钟整，这球切入到篮底下，球被拨掉，这是一个 no call， 并没有吹判犯规，而单纯的球出界，要来发底线球。漂亮，交给溜底线的球员出手得分。29-26，9号的彭博化的出手球进，剩下100秒钟的时间，上半场比赛结束。Team Adidas 把球给抄走，前面快攻的机会，再拿2分，又抄到，
连续两个收紧，往中间传，再一个 touch pass。现在轮到是喜鹊篮球队的快攻，一对一，再交给蓝底下。稍一下。篮底下出手不进，目前比分方面31-26+2，现在变成了31-28。上半场比赛剩下最多45秒钟，萧敬腾持球，再交给篮底下，这球给的漂亮，好球，萧敬腾助攻。剩下最后30秒，双方是一分的差距，25秒，20秒，剩下最后的20秒钟，结果在篮底下碰到盾位相当强的防守者，16秒，没有任何的便宜，16秒。回到底线，再叫出来。来，再给小球出去。好，裁判哨一响，这是一个24秒的违例，6秒。剩下最后的6秒钟，喜鹊篮球队还有发动对方进攻机会，他们现在落后一分，他们半场还有机会领先。球在萧敬腾的手上，突破了，萧敬腾再突破，再拉力下的上篮，打 ！Just a miss， 差一点点。现场的球迷朋友们，热情掌声给 Team Adidas， 还有喜鹊篮球队，掌声加尖叫！